嚟啦喂，欢迎嚟到 Deep Life Vlog， 我系 Deep， 我一直都好懒去 update 自己嘅 social media， 搞到自己成日好似失咗踪咁。其实我只系忙紧演出以外嘅工作，一样系尽力咁生活嘅，只系冇 post 到出嚟。所以而家我开始拍 vlog， 记录低自己每个星期遇到嘅事，同大家分享一下。好啦，嚟啦喂。礼拜日嗰日咧，就同太太同埋阿仔入咗去贝澳星园啦。咁因为星园咧，佢开多咗个新营，咁个营里面有集会池啊，咁同埋自己有一个空间，就亦都喺个竹林里面可以自己烧下嘢食食下饭。其实佢之前都真系几正噶啦，诶，而家呢个新营咧就仲正咗。我哋嚟到營地啦 ，Hello 老婆 ，Hello 老婆，約約約。哇，老婆連箭嗰條毛巾都襯咗色嘅。哇！一早起身jacuzzi，人人第一次。嗰晚阿仔去到都好乖啦，又夜晚冇乜點扭計，咁辛苦曬老婆啦，咁自己都過咗個好開心嘅一日嘅。咁啊，第二日咧就喺翻屋企之前加多咗一個站，就因為咧鐵興啱啱開咗個 showroom， 咁我就同佢預約上去參觀啦。因為其實大家都可以嘅喎，其實佢預約唔係淨係識人先得嘅喎，咁大家都可以去翻佢哋網站或者聯絡翻佢哋相關嘅同事咧，咁就可以預約上鐵興度參觀嘅啦。嚟到鐵興嘅 showroom 啦，呢度牆上面嘅品牌就係佢哋公司代理嘅品牌，當中我用緊嘅牌子有 BMC 啦、Wahoo、Fox、Cast 頭盔、DMT、Rota。我嗰日上台都忍唔住买多咗两对 lock 鞋、头盔同埋眼镜。我另外有拍开箱片嘅，想了解多啲嘅朋友，欢迎去睇埋我嘅开箱片，支持一下小弟嘅作品。为咗可以尽快着对鞋入山，我星期二就马上去咗装鞋买。今日我嚟换鞋码，唔系装鞋码，要有个鞋码先可以 lock 落个搭度。上年年尾都买咗对 DMT 嘅。貪方便，我自己裝咗個鞋話，點知牙管到對鞋爆曬，咁所以都係要落翻嚟揾專業嘅人幫我裝。耶！咁啊咁，跟住係啦，可以換咗。而家係對緊嗰個腳趾骨嘅位置。咁我哋今次嗰個鞋碼咧，暫時係得呢個係 single release 嚟嘅。咁咧係一個方向咁樣甩咯，一左右咁。唔 single release 其實係點嘅？唔 single release 咧，其實咧佢係會啲人會鬆少少嘅，佢有啲角度咧褪前再拉上嚟咧都叫鬆。但就其實正常，如果你唔係 touch wood 發生意外嘅話咧，都好少喺過啲角度去甩係啊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终于拍第一次的 vlog 啦。咁同过往嘅每个礼拜六都一样咧，我都系会入山去练习啦。但系今日有啲特别，今日咧，因为我寻晚我仔食完奶之后唔肯瞓，系唔肯瞓啊，唔系发脾气啊，两件事嚟噶。不过两样嘢都好，如果我仔夜晚未瞓，咁我都系冇得瞓嘅。咁所以就错过咗今朝跟车队一起训练啦。咁但系中午趁有时间嘅时候，咁就嗱嗱声入山做翻训练。今日入完山练完车啦，有三样嘢系第一次用嘅，头盔啦、眼镜啦、DMT 嘅 lock 鞋。先讲个头盔啦，我自己用嘅时候真系比之前明显就系轻啲。咁同埋个官网介绍咧都讲个透气系好劲嘅。我戴住嚟踩车咧，通风啲喎，个头一有风吹匀都凉浸浸。个 cool 呢一个眼镜咧，就因为厂商就话佢系赛斯镜啦，因为成日都会拧嚟拧去喺山度，同埋会咁样睄前面嘅时候有啲唔同色，令到我判断嘅路段有阵时都会有啲唔差嘅。而家呢一副就舒服好多咯，拧嚟拧去都系平均，同埋今日其实都唔算太好天，但系唔够光嘅情况之下望嘢都唔会话太暗。咁同埋个款我好中意啦。至於對 lock 鞋咧，今次第一次著呢一個 DMT 嘅 KM 3啦，覺得佢好貼腳啦，好硬正啊！俾幾多力落去佢就傳輸到幾多力，覺得都慳咗力嘅。個色我係好中意，係佢係黑色配軍綠色。我除咗去啲一啲特別嘅地方，翻返去自己 studio 去教我嘅唱歌班啦，特別係呢一年裏面都放多咗時間喺教學方面，我好多時都係去咗教唱歌啊，咁同埋。之前比較少去 post 嘅，自己又冇拍 vlog 啦，咁啊即係心肝拍 vlog 啦，亦都有啲唔同嘅節目嚟緊會同大家見面。希望大家中意我拍嘅片啦，如果大家中意我嘅片嘅話咧，就請大家嘅話咧，就邀請大家 comment、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， 記得撳埋個叮叮鐘，有新片出嘅時候，大家就會收到通知。每個星期日我都會 upload 一個 vlog， 多謝大家收睇，翻屋企，拜拜。That I'm just wandering on my own. So I hit my knees and I'm crying.